计戴尔，之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的要求会如此严格，是因为我对你寄予了厚望。我们约好了，作为佩奥利斯塔的嫡传继承人，一定要消灭佩奥利斯塔的耻辱卡拉汉。是，卡拉丘老师。谢谢，真的很谢谢卡拉丘老师。保重啊，齐戴尔。